重哎、欸。真想我发一张专辑，然后有一家店叫做《空之如我》。哎，这到二楼啊？二楼新村，二楼前座在哪里啊？我问你们，啊，没来是不是？我在后面，我想送给你们，因为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十年前的我。晚上有空吃完饭，我再去你家坐坐。